大家午安，今天呢是2020年的4月12号。今天画的曼陀罗之花呢是健康就是财富。那今天画这张曼陀罗呢感触良多，全世界呢正在新冠状病毒恐慌中，这场病毒之战呢也让我们知道要活在当下，珍惜现在。那今天美国已经确诊达到50万人，那地球呢更有183个国家，大家呢都是坐在一艘船上，都是生命共同体，没有谁呢可以侥幸，也没有谁都可以获得比较更好。那病毒呢一直在进化中，就算已经康复了，也有可能会得到后遗症，也有可能呢会丧失嗅觉跟味觉。所以呢大家在防疫期间千万呢不要掉以轻心，我们呢要勤消毒、勤洗手、戴口罩，只有大家呢互相勉励，也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。那在共体时间呢防疫期间呢真的要做好自己的防护。那身为台湾人真的很幸福，大家呢都警觉性很高，那政府呢都有做好防护措施，那希望呢疫情能早日结束。那慧如画的曼陀罗呢能为呢这个地球呢能消灾祈福，希望呢这个病毒之战呢早日解除。那喜欢慧如的影片呢欢迎呢就是帮我按个小铃铛或按订阅，随时都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。